当你知道不能再任性时，你已经不再年轻了。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，刚过40岁。我的朋友说，我可能遇到了中年危机。朋友不是郎中，他的话我也不全信。可是他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。因为这一年，我的官丢了。最近临安城投降派官员蠢蠢欲动，一定要上奏皇上，鼓励他坚持抗击，早日收复中原。来得正好，这份密信加急送临安。这奏折怕是送不到京城了，京城来报您被开除了。开除就开除，有什么大不了？走，收拾收拾，回家种地。这是不是咱家地里种的韭菜？这是麦苗。那是不是大白菜？这是大萝卜。那一句回家种地是我最后的任性。当我在庄稼地里分不清韭菜和麦苗的区别后，我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星空，思索人生的意义。夜为什么是黑的？世界上会不会有另一个我？我做这些事真的有意义吗？我又问了一遍年轻时就问过自己的问题，不过很显然没有答案。而我的那些隐居朋友们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我跟你说的，你不会告诉别人吧？放心，有一些话我真的不好说。我辞官都27年了，曾经以为凭我这身本事早晚得起用，可如今我都80了，没啥指望了。我每天晚上回家到门口，都要坐到马车里想些事，想啥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想一个人静静。兄弟，今天这酒我请。我们好像不一样，也好像没什么不一样。去官回乡后，身上没了担子，脚步也变得轻盈。我在老家待了很久，只是日复一日，那些少年往事总是无端入梦。等我长大了，一定领兵北上，收复中原。收复中原？一怀愁绪，几年离行。中年人仿佛已经不配谈感情。醒醒，朋友，该回家吃饭了。那些曾经信手拈来的任性，如今轻而易举地被自己扼杀在心里。那些少年时的失落，也只能在杯中的酒里举起，然后伴随着懊悔一饮而尽。我给了中年危机一个好的诠释，人到中年一事无成。直到那一日，我去往西山，在山下听风，在林深处寻觅，遇到一处桃花村。我和那些朋友喝酒，听他们用家乡话侃着大山，聊着家常。今日有酒有肉，有朋自远方来，来，再次敬我来自远方的朋友，
来，今天真是太丰盛了，我们粮食今年大丰收啊。可我听说去年你们这儿天气大旱，差点绝收呀。去年的，也是去年的事儿，人嘛，摔倒了，起来拍拍身上，还得继续往前看。我喜欢这帮朋友，他们似乎可以呼唤山野间的凉风，让我迷失的心迅速降温。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。那一刻我好像说服了自己，此时酒不再是酒，是使我醒来的鸡鸣，哪有什么中年危机，不过是我的心困在笼子里。好好好，他说的是啥意思？不知道。好好好好，现场了，现场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过两日我准备再去西山一趟。